请纪官、礼生、乐生、赞生准备排班。2015台湾清明，中华民族万姓先祖祭祀大典典礼开始。古出言，
只是这个司棋士。监礼官就位，进京，请主进官。
民炮。弦和之曲，thank you.
全体肃立。相对班，一举
鞠躬，赞鞠躬。止。诸位请坐，敬转。乐奏弦和之曲。Yeah.
鞠躬，再鞠躬。三鞠躬，三鞠躬，前中正万。月旨，请出县令，越奏宁河之曲。Thank you.
立香案前，月旨恭读祭祖文，全体肃立。读祝声，恭读祭祖文。听名祭祖文，实为公元2015年岁次乙未，清明时节，娑婆世界一世天下，南瞻部洲人道子孙众等齐聚台湾，备诸真修，净洁坛场，端肃身心，恭敬致祭中华民族万姓祖先及世界各族万姓先祖，叩陈敬禀曰：唯吾先祖降生兰州，洪荒草创，褴褛筚路，艰辛备尝，蜿蜒子嗣，崇敬自然，隐喻万物，积累教训，建成文明，去污存精，流传千古，五伦四道出自天性，谨守遵行，亲族和睦，五常四德仁义礼智信为基础，移风易俗，四维四纲持果之方，八德四福邦国永固，善因善果，恶因恶报，天网恢恢，报应迅速，宗教奠基，文化冷蒙，培元固本，消灭冲突，圣贤教育，熟人君子，重在扎根，胎教最初，绝乎现代道德沦丧，邪风净慈，心灵痛苦，阳气宗教，人心彷徨，武艺侵蚀，心惊目促，世界动乱，因心遭感，自然灾害由心染污，毁灭战争一触即发，濒临灭绝，哀哉可怖，惕然猛醒，悬崖勒马，回头是岸，认祖归宗，缅怀祖德，追思弘扬，伦常圣教，力行弘护，因果教育，端正人心，宗教团结，互学互助，由心做起，树立榜样，和谐示范，世人觉悟，消灭灾难，化解冲突，世界安定，太平永驻，饮水思源，报本繁始，祖德庇荫，唯一维护，永建必成，又长照宏图，前进致祭，福为上祥，全体行三鞠躬礼，一鞠躬，一鞠躬。再鞠躬，再鞠躬。三鞠躬，三鞠躬。诸位请坐，
雅献礼。乐奏安和之曲。行中献礼，乐奏景和之曲。Thank you.
请主祭官行忠献礼，一神为前。献爵。受扶坐，受扶坐。
前走贤和之曲，颂声，乐奏贤和之曲。
Thank you.
愿旨。诸位请坐。捧诸伯意料所，乐奏弦和之曲。忘了
职。何飞，撤班。李成